雷霆干嘛？局势控制住了，下来吧，小雨。灭了他，诛他九族。等等，我要跟他谈谈。蟑螂兄台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对你们整个种族都极为尊敬。那你们就不能跟我们和谐相处吗？你能不能别出来让我看到？还有啊，你们能不能换个皮肤？一个个长得又黑又大，但凡你们长得萌一点，就不会一见就想把你们赶尽杀绝。这脸我不能要了。蟑螂卡巴。这里敏感吗？干什么？看样子够敏感，这些一字不差都记住。明天看你的了。口红也好多，我好。沈天，测评一下这款口红。色彩偏橘调，润滑度尚可，棉杯性一般，但强粉饼脂含量过高，综合评价不建议购买。真棒，你这外星人的脸果然够敏感，把这些都测了吧，今天我要买一套。辛苦了，沈天。沈天啊，跟你逛街真好，今天是我性价比最高的一次购物。原来你只是拿我当工具人。干什么？你离工具人可还差一点。